他们说这投票权利是中央选委会规定的，不然以我的个性，早就开始把它异化掉了。社长有发现今天排队人特别多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的，怎么会是座位太慢来着？因为今天有公投票，每一个都要投，那你自己会领全部的公投票吗？这个投票还是国民的义务了，所以我还是会乖乖把公投票全部领出来投啊。他这样一个排队就要排队一个半小时，跟你预期的时间会有点太差远。怎么会这么？所以这次公投票真的会，我看这次公投票真的会拖慢整个投票速度了。之后会就是可能改进一些相关的措施。其实台湾是自动性大国，你知道，像爱沙尼亚早就用自然人凭证卡在投票了。只是说，我当时也在建议说，我们不要试办了。可是好像他们说，这投票权利是中央选委会规定的，不然以我的个性，早就开始把它异化掉了。跟老婆是不同户籍，那怎么会户籍迁到这边？不是啊，因为我当时竞办成立嘛，我那个要开收据的时候，我的那个竞选办公室是设在松山区，所以佩吉今天是陪你起来投票。对啊，他陪我，不过我看这么多，我看他不肯陪我了。哇，他去投票过了吗？还没。市长，你昨天很累，那有睡好吗？那什么睡不好的？这个，哎呀，你们都忘记一件事情，我是那个急重症外科医生啊。我们那个在怎样的压力，我们都可以维持那个英文叫 performance 一定水准的。那小苏现在被抄掉了，你户籍有要迁回家吗？还是一定要迁回去的啊？这个选举完，这个当时选举完一定要回家了，不然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户籍摆在那个竞选办公室？今天天气很好，你有看到这个投票率算踊跃吗？你刚刚看排队民众，这个要最后计算才知道。不过应该天气要对投票率会提高的。我看算了吧，这个我们看就乖乖排吧。市长今天有准备什么幸运物吗？没有啦，我们没有这种习惯的。市长，2014年的时候你有穿防弹背心，今天有穿吗？投票的时候有吗？没有吧。我记得投票的时候好像有。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市长，我们可以跟夫人讲个话吗？不用了，一起好了，一起好了。我比较娇小的，那进来的时候就被挤掉了。夫人昨天有睡好吗？心情怎么样？还好啦，因为吃了抗组织胺之后就更好睡了，有一点感冒的鼻炎这样子。对了，可能有时候太累了。胃上风太大。哦，不是啦，可能就是有接触到一些感冒的人，有一点感冒的，轻微的而已啦。休息了一个晚上，睡得很好之后，今天就好得很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也要保重。对老公有信心吗？当然。今天看这个投票的人数哦，那这样子还会陪柯市长一起这样等他投票吗？会啦，我只是来这边陪他一下这样子而已。对，是。